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很多机会唱歌啊，唱歌啊，能够抒发自己的情感。因为当你不开心或者开心的时候，都可以选择唱歌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心情。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我的最佳搭档Derek， 有这么多的耐心，能容忍我，能体谅我，那毫无怨言的去排练自己应该准备的东西。真的谢谢他。我想要谢谢我的妈妈，这一路来给我的支持与鼓励，然后永远不放弃我这个爱唱歌的孩子。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你们一定要学我们黑白配一样，越唱越有劲，越唱越开心。黑白配的两位老王子要带来的这首歌曲是张学友的《秋意浓》。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一杯酒，情绪万种。啊，看看他们的分数了，请站定位。黑白配第一首歌曲，请打分。40分，跟小歪歪同分呢？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问一下洪墨老师好了。声音的收放，这首歌非常的讲究。很难得的是你们两个居然两个都做得很不错。谢谢老师。进歌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还不太够，那么第二个 band 进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不够凄凉，那个很悲但也很惨的那种感觉没有在。比他们五这个悲是比较难一点，但是你们尽力了。对，随便，今晚不搞怪了。他们一起演唱《牵手》，表现好像有失水准。这首歌你们唱了没有什么惊喜，感情的投入太慢了。都是你的错。双子座把最不拿手的摇滚曲风搬上舞台。有爱有恋的朦胧。双子座请打分。随便和双子座竟然在大决赛出新招，表现让人大跌眼镜。大家好，我们是随便。一零他那时候打电话问我说，哎，你有没有兴趣参加这个比赛？那我就说可以啊。不过我是在想，为什么你会找我参加这个比赛呢？第一点就是我想找一位比较资深的一位歌手，然后会的歌曲的那个范围比较广，所以就找你了。那你们所认识的伟才呢，就是比较文静一点的，他私底下比较
潮一点，就比较闷骚的感觉。其实我非常欣赏依琳的创意，然后在我的表演上，我觉得我也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一次的大决赛呢，我们要给你们一些惊喜。走着瞧。随便的伟才和依琳要带来的歌曲是《牵手》。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也许牵了手的手，牵上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两半的路，今生还要更。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两半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所以牵了手的手，牵了手的手，来生还。牵手，我觉得今天我看你的这个表演没有什么惊喜，有一些地方加的那些好像你回复他的那些东西有一点点可以预料到的感觉。评审给了评点之后，我们来看分数，来一较高低了。随便请打分。37分，小输了3分呢。觉得你们选这首歌很不讨好，因为这首歌来做二部是有一定的困难，尤其是男跟女那个感情的投入太慢了。今天我反而很惊讶的是，男生在中间的那个部分反而投入得很好，而女生一直不在状态里头。从你们一开始就看到现在，但我想很开心看到你们站在大决赛的舞台。伟才呢，我想说其实他一开始，我觉得前面2-3场他好像都被炮轰，可是我觉得他的学习态度很好，他一直不断在进步。我觉得你今天算是很用心的在唱了。谢谢谢谢。随便，我们呢都是来自这个中国的小朋友，对，我们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好在呢有这个音乐的关系，那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对，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合作啊是很快乐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世界呢他是一个音乐领悟性很强的人。在练习的时候，我跟广利的这些想法啊跟这些创意基本上是心有灵犀的，那我们今后呢会把更多更好的表演呢带给大家。双子座来也。最后要登场的是双子座，要联手合唱《月亮惹的祸》。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两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
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蠢动？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之柔。怎样的情深意动，会让两个人那一生当承诺？尝试对吗 ？Rock 版本《月亮惹的祸》，我觉得今天你们的表现给我有点失望。对啊，那个音乐是哪里来的？是你们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嘞。所以呢，吉他自己弹的。因为你们是尽量要把它弄得热闹呢，把那个 cymbal 那个 cymbal 我也不懂华文叫什么，然后哐很多太多了、okay. 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个 key。抓得太低了，所以你那个 rock 的那个 feeling 没有出来。最重要一点是，我觉得你们轻重拍都没有出来，尤其在这种 slow rock 的歌里头，那一三拍 ，bang， 尤其是第一拍那种东西完全没有出来，所以没有给我这个感觉。那好了，我们先来看看分数。从分数来看一下，究竟评判们给他们多少分？双子座，请打分。34分，从分数上来看是今天最低分的，会有点挫败吗？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还蛮就是欣慰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样新的尝试，至少得到评审的一些意见，这样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我们在以后呢，再次尝试这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进步，有进步的空间。好过从来没有拿出来看过嘛，他们这个勇气非常，他们这个精神值得嘉奖，真的。没错。第一回合四组表现各有千秋，像 YY 和黑白配获得40高分，分数暂时领先。随便和双子座加油了。爱的故事里，广告后何为健要为大家大展歌喉，之后评审还出题考歌。老师点歌80年代，流水年华，流水年华，哇，这个变成即兴点歌的节目。大江风